美食快乐起来。各位好，欢迎锁定东南卫视收看由嵊州食用油独家冠名播出的《食来运转》，我是主持人郭涛。嵊州优质10:1食用油优化膳食脂肪酸比例。今天还是这个年初五，我要和身边的这两位啊，今天的大嘉宾给我们电视机前观众要来拜晚年了。先让大家认识一下他们，在我的右手边是我们的京城名厨，欢迎赵斌赵师傅。好好好，大家好。赵斌最具亲和力的知名大厨，崇尚快乐料理、简单美食，擅长素食创作。左手边是著名的演员，我们要欢迎的是吕行吕大哥。哎，大家好。吕行，中国内地派男演员，演技精湛，凭借《刁蛮公主》中白云飞的角色而被大众所熟知。近几年先后出演了《永不消失的电波》《光荣大地》等热播剧，拥有广泛的粉丝群体。今天你看这个正月初五，其实还算是非常重要，还在这个年的味道当中，因为还没上班嘛。怎么样，都讨个口彩，跟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晚年幸福，好不好？您先来。那个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李大哥，祝大家猴年大吉，恭喜发财。哎呀，这个说到重点了，其实就是身体健康和恭喜发财，对不对？你有了身体，再有了钱，日子不就是逍遥了吗？对，对不对？这是待遇。对，我们家里都一定会蒸那个整条的鱼，对，整条的鱼。那这个带鱼要怎么烹饪呢？我们那边是可以用来油炸。对，你这是炸完以后就直接吃了。对，我们这个也是用炸，但是我们要烧一下。哦，要再烧一下，所以菜名叫做家常带鱼。家常带鱼。行，来来来，我们就开始火，喜气洋洋的就开火了。嗯，今天是年初五嘛，我们又可以吃到鱼，年年有余是个特别好的寓意。那开火之后呢，我们锅里是要加一些油。 对，这个油厉害了，是2015年嵊州推出的白金优选优质10:1的食用油，和食物搭配在一起进行烹饪的话呢，可以优化膳食脂肪酸的比例。把油热之前，我们先把这葱稍微炸一下。葱也要炸的。对对对，这个葱炸完了后，我们烧的话，它的葱香味会比较浓，而且会去除这个带鱼的腥味。哦，明白了，明白了。还是切的比较大根的。对，葱白跟葱绿分开。对，分开。因为先炸，先把这个先炸一下这个葱白。哦，因为葱白比较粗嘛。对，比较粗，而且它不容易熟。明白了。给它炸上色，炸成金黄色以后，我们就捞出来，一会儿烧鱼再用。好的。一般情况下，家里可能我们会用大葱用的。大葱。对，但是呢，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用小葱，为什么？小葱的时候我炸完之后，它那葱香就跟你吃那葱油面似的，葱油面，它那葱香会很浓，你知道不？完了后呢，到时候你再去烧鱼的话，会等于说会增香，而且那个带鱼的味道会压住那带鱼的腥味。明白了。好，加入下这个葱绿了。葱绿应该很快就炸好了，也得稍微炸一小会儿。哦，好，这个葱白的部分已经变成金黄色了。对，再让它去上点颜色。好，基本上这个差不多了。好的，我们给它捞出来。这个跟四季豆一样，已经。这时候炸的时候，这个，你听那声。对，沙沙了。对，已经都干了。沙沙作响，水分已经完全都逼走了。对。那这个时候开始要炸带鱼了吗？对，我们稍微开始炸带鱼。所以现在我觉得有一点蛮可惜的，是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觉得，现在的年味儿越来越淡。以前都在等年夜饭，对，等这个吃完饭以后的春晚，现在好像觉得过年是放松下来了，是没有工作，可是不知道该干嘛。现在这个拜年呀，我就觉得大家一吃完年夜饭啊，你看家里人都开始那手机又开始响，对，然后呢，就都开始在那玩信息啊，回微信啊，给人回拜年啊，这个其实不回也没问题，你知道吗？不是偶尔发个红包行，像涛哥你给我红包就可以了，不是很好笑，这个，哎呀，金黄金黄，对，等那个泡越来越少，这鱼炸差多了，为什么它的水分已经没有了？到时候我们在烧的时候，它就容易进味儿。假如水分多的时候，它吸不进去，它汁儿吸不进去。而且一般情况下，刚就是这个带鱼，就是时间在我们，我个人喜欢啊。我当时做的我不会吃。我一定要什么放一会儿，完了后就别说我晚上吃，我中午去做它，拿油拿油浸浸，对，它那味儿全都浸进去了，它的味道会最好的，知道吗？明白了。所以基本上还要再有一定时间。好，基本上我们拿出来看一眼，你拿手稍微按一下。哎呦 ，OK 了。这个油温可是300度沸腾啊。没事，没事啊。要不你试试？我不想试。
好，好了，基本差不多了，我们把这鱼捞出来。我另外装在一个盘子里。对，先捞出来，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去再处理一次，再处理一次。嗯，其实真的正月初五，我觉得是每年的一个，一个分界线。就一到了正月初五，就想说，哎呀，这个年快结束了，完了，一天两天就要上班了。嗯，其实现在更有一种人啊，就觉着三十一过，紧迫感就来了，紧迫感就来了。嗯，咱把这个锅里放上油，完了放上姜，把这大料煸成香味来。是，然后再加水。对，好嘛，稍微少水，放一点冰糖。好的。可是涛哥，我觉着这个节目的名字，特别好，时来运转，时来运转，对，他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亲切，非常舒服。是，尤其是我们现在糟心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又特别多，看看咱们节目，学到美食，哎，也讨讨这个吉利，好一统，时来运转，时来运转，对不对？大家都好运气，大家都这个叫否极泰来。对对对对对对，好，扯开了。我们把带鱼倒进去，好，开始就再煮过，对，加点料酒，料酒，对，料酒就是黄酒嘛，对，黄酒，对，好，加点醋，加点醋。其实我觉得黄酒蛮可惜的，它也是一种特别棒的酒，可是，在很多地方就变成料酒了。加点酱油，加点酱油，对，这个酱油呢。我们调到颜色的时候不要太深，为什么？因为它煮上时间长了，它汁儿少了，那它颜色就变得好了。你要觉得现在浅，加深了，它颜色就黑了。所以讲究在这里。对。完了，我们把这个香葱，香葱，除蒜之外的香葱，现在闻到这个味道已经出来了，真的已经，我觉得已经是勾动了我内心的食欲了。稍微加一点点盐。盐也不要多放，待会儿不够的话，一会儿再找。给点蚝油，蚝油。猴年，大家一定要可劲的折腾，上蹿下跳，上蹿下跳，要做很多的这个好，盖上盖，很好的成绩出来。要等多久？基本上差不多5到8分钟。5到8分钟，大火好，香。这个家常带鱼啊。真的虽然费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值得的。好，行，得嘞，当当，秀色可餐。来看一下，看一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多棒啊！嗨，因为你像刚才咱们烧完那锅鱼，就剩最后的汁儿，就剩这么点儿。这个汁儿还是要加在里面的。对，肯定要加在里面。加到什么？好吃，真的好吃。太好吃了，是真的好吃。是真的，这个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啊，这个因为带鱼的刺还好，它是一个大段的，对，它没有小刺儿。假如剩了以后呢，假如说今天剩下了，我明天吃不了，我今天吃不完这顿饭，明天呢我一看脸上剩3块剩2块了，少没问题，我可以稍微加点水，我放2块豆腐一起煮，最后那个豆腐会把鱼就是那豆腐给它等于说又变成一个又多加又另外一道菜，对，所以明白了，所以一个带鱼可以有2-3种不同的吃法。家常带鱼烧豆腐，家常带鱼烧豆腐，说的特别棒。希望那些观众朋友们也会学会这道家常带鱼，和我们的家人们一起来分享属于妈妈的味道啊，赵妈。好，就是赵妈。谢谢您今天教会我们这么美味的一道美食，我们也要在节目的最后感谢我们节目的冠名商。嵊州食用油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嵊州优质10:1食用油优化膳食脂肪酸比例。来，您甭客气，再来一段。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哪个讲的是他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哪个？啊，不是沉鱼，沉鱼是西施，洗衣服那个，西施洗衣服沉鱼了。对，沉鱼。羞花，羞花是杨玉环。我怎么了？我怎么回事了？这个菜呢，就是说，在这个春节过节的时候，只有在这个。咱们春节的时候，临近过年的时候，一定会知道。腊月的时候，准备那个年夜饭的时候，必备的一道菜。明白了，代表了这个一年这个丰收的一个喜悦。